那个古龄将近30多岁啊，在医学上到现在都解答不了，只是那个骨关节的可动性和那个肌腱可以拉长，拉长可以脱位，脱位它可以错位，可以重叠起来。这东西它包括了中华武术的精华。我姓李，叫李连贵，我今年是71岁。Chinese Kung Fu dates back thousands of years. Among the hundreds of fighting styles is an obscure technique called body shrinking. Practitioners trained for years to dislocate their joints for increased flexibility. The style was almost lost to time, and Li is one of the art's last remaining masters. Hi. 我从6、7岁开始练，我小时候淘气呀，因为当时我属于那个在农村插队种地呀，为了改变这种命运，下定决心练这个东西。这难度是非常非常之大呀，开始练的时候非常痛苦啊，最后到什么程度，人家能叠跟两根筷子叠一块，那练的是胯。我想传下去，他没有合适人啊，没有合适人啊，就是现在这个年轻人呐、他练不了，都是独生子女，谁舍得呀？谁也舍不得。我练这个孙悟空啊，就是我毕生的事业，只要一不练的时候，我这生命基本人就终止了，就是。